會唔會你都感情上邊都好辛苦咧？喺即係散咗嗰段時間，會唔會嘅？咁一定會嘅喎、哦。咁因為我都係一個全程投入嘅，每一次都咁一每次一散咗就好 hurt 噶嘛，都會即係都會即係眯埋下企一段時間，實有呢個階段嘅。嗱，有啲人咧就shopping。有些人就有些好密友的幫手，有些人就可能寄情於工作，你是怎樣是過這些時間的？我會不停做運動。Good。同埋執屋。同埋即係會俾自己一個人咯，我唔想有身邊啲朋友再去為咗呢一樣嘢而去再我自己用個腦再諗咯，因為呢一樣嘢係解鈴係還需係，始終都係自己一個人嘅嘢。我都知道很多謝身邊的朋友很關心，但是自己處理得到、自己解決得到是最重要的，因為都是自己的心靈上，即人哋點樣去勸你都是外面的嘢，自己最重要。